跑友们好，吴栋说跑步。美军最近下令跑步不再允许用跑步 APP， 哎，大家觉得很奇怪啊。那跑步的时候打开咕咚，打开悦跑圈，这很正常。那么美军为什么规定士兵跑步不能打开 APP 呢？是因为最近啊，有好事者在网上贴了图片，贴了什么呢？有一个 APP 叫 Strava， 把 Strava 的轨迹往上一贴，就像图中显示的，嘿嘿，这就是美军基地，亮了。没想到吧，跑步居然能够泄露美军基地的踪迹。当然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用好我们的跑步 APP， 也期望关注陪你跑，欢迎关注微博吴栋说跑步，我们下次见。